那最勇敢的诺言，但现在一切都要变得。那你未来想要怎么样的求婚？但小时候看偶像剧，我曾经幻想在一个初雪的夜里，我的白马王子站在花树下为我摘下一颗星星，许我一世的陪伴。这无能为力的眷恋要怎么兑现？不能。如果你的转身是虚言，如果我的倔强是不言，是否都在等着谁说留在我身边？能和你在一起一定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。这也是我想说的。为什么这个项链的设计你是一个空心的框，而我是一个爱心的呀？因为我的心已经在你身上了。相思，十年前我认识了你，十年后我仍然想拉着你，还你一辈子的幸福。这些都是你布置的吗？这个故事很长很长，我需要一生一世来讲给你听。给我机会，让我照顾你和小红豆，嫁给我。如果眼泪是你的誓言，如果微笑是我的抱歉，这无能为力的眷恋要怎么兑现？不能。如果你的转身是虚言，如果我的倔强是不言，是否都在等着谁说留在我身边？如果眼泪是你的誓言，如果微笑是我的抱歉，这无能为力的眷恋要怎么兑现？不能。如果你的转身是虚言，如果我的倔强是不言，是否都在等着谁说留在我身边？嫁给我。喂，我是。没事吧？江木，我现在有事必须去一趟医院，能不能麻烦你？我先送你去医院，然后再回来照顾小红豆。